就看教练团考量要哪一个棒子。哦呦，这一棒打的是还蛮强的，看着球是不是塞了那的Home run啊，三分炮啊！没有没有啊，可是好像越过去了，应该是全垒打哎。Hello， 从新东路，新东路 judge。可能他一开始的那个裁判动作没有这么的明确。所以呢，安排呢，那个瞬间也不能。所以说，以那个瞬间来讲的话，選手は入打球が当たったか入ったかっていうのは分からないから。所以，因为那时候选手是不知道球有没有出去。やっぱりこうああいうふうなプレーは出てしまう。所以说才会变成这样子的。僕はベンチから見てたらホームランじゃないっていうのは分かってたけど、从ベンチ看的话也就感觉好像球没有出去。あれがその審判のね、ジャッジで選手がこうアウトになってしまうっていうのがね。那就是可能因为这个动作不规则，然后最终变成出局。こっち側は大量点を追い上げていかなあかんところで。因为在那个时间点，我们是要追大量分数的排名。ちょっと痛かったんでね。所以说，其实那个出局数其实还蛮痛。对吧？考虑しただけの。他只是出去抗议。